林国庆已经成功一半啊。对，安怎讲？因为林国庆让台湾看到了嘉义。对，因为林国庆让中央政府开始在意嘉义。没错。嘛，因为林国庆，咱的执政党开始重视嘉义。对。嘛，因为林国庆这段时间，总统开来几啊抓，行政院长也来，苏贞昌也来，副总统候选人也来，所有台北市政治人物拢会来咱嘉义啊。安尼，咱是不是？阿未选举的结果，咱就已经成功一半，因为所有的人开始关心嘉义，所有的人开始注意嘉义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这嘛是一种贡献啦。对了。吼、哦。啊，无以前到哪讲安尼，常常总统常常来下乡来到嘉义。啊，昨嘛来呢，昨讲来高这个铁路高架化来动工，好来动工，动工，动工。好啊，铁路高架化哈，那个陈明文委员哈，连续三届他的政见都有这一条，连续三届都有这一条，都有这个铁高，民雄铁路高架化。哦，哎呀。啊，即阵要选举啊，吼，选举到啊，啊，要交予太祖殿下，啊，赶紧讲要来动工啦，哦，啊，结果咱洪仲金委员吼，有去甲交通部，哦，去甲伊请教。郭崇军委员，对，他有行文给交通部，是看他们的时程，嗯哼，时程是113年，今年几年？112年。今年112对吧？吼，那我们回到未来。对。113年要完成都市计划变更 ，OK。114年，要开始征收土地。114年开始征收土地。啊，你捌听过安尼112年动工无？这个诈骗集团有啥物两样啦、啊？乡亲时代，我吼寄贴仔互恁，甲你讲我要入厝，好，啊，恁爱来我请。是啊，我办到餐厅，啊，恁大家来，我请，我红包大家收，收收的了后，大家一定问讲，啊，你厝伫倒位啊？新厝我嘛来看看，我新厝还袂买咧啦，先办入厝尔啦。啊，安尼包红包的人是毋是空去啊？空去啊？叫骗去啊？对啊，同款的物件嘛，你都土地啊还袂用好势，啊，即摆今日我昨。做伊伫电视台讲了了后吼，人伊嘛有解释啊啦。哦，嘿，因讲吼，啊，着车头来的吼，迄属国有的土地先做的啦。哦，啊，国有的土地先做，啊，着先动工一届，啊，人工搁收收这边，搁动工一届，迄边着搁动工一届。啊，若建筑物甲伊的建物吼，甲伊的设施有10项，啊，毋着爱动工10届。啊，着总统毋做无用的，拢来家己就好啊。对啊。所以讲，这是做咸的咸家吼，啊是为着啥？为着啥？为着啥？内行的拢知啦。哎，选情危机。对。选家吼，前几个月咱找无陈明委员呢。我出去走摊等未到呢。伊家己恁电视有看无？电视新闻讲吼，恁若等到冠廷吼，讲伊是陈冠廷就好，唔通讲是我陈明委的囝。哎，对吼，足奇怪。选举选到讲叫人唔通讲是伊的囝。对。迄天我撞到因太太吼，啊，恁好，我是冠廷的妈妈啦。嘿，我讲，吼，伊唔是冠廷的妈妈尔，伊阁是陈明文委员的夫人。哦。我阁啊赞声，伊拢无讲伊陈明文委员的夫人，整个都切割啦。啊，我今日透早吼，哎呦，我透早去走摊，总算，哎，出来啊呢。出来你走啊呢！我再去等到陈委员吼，我们的迄个嘉义王等到2摆啊，对，要等到伊真正出来，开始有出来啊，开始出来啊啦，因为你个无声音嘛袂动啊啦，啊大家嘛拢知啊啦，拢知迄是因国因囝，哦，是明文规定的儿子接班人，对，哦，啊我讲真呢，主选举到即阵，我从来不批判他的，因为。我的对手不是他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即使当选，只是报得去洋啊尔，啥物人咧请即阵报得去洋啊？有，嘛是伊咧请。是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想无啦，想讲奇怪，恁囝遮优秀，吼、
专业遮济，即马一世界你拢看到嘛？国会外交专业有无？有专业无？哦，专业好啦，咱来讲伊专业，咱嘛爱甲肯定。我唔知讲，市地伊嘛专业啦，对啊，贷款伊也专业啦。一个地条3000多万，土地会使贷2000万，等于家己开1300，佮甲政府拨即个补助，啊补助啥物人心诶？因老爸先补助，因囝用因囝名来领补助。我即都才。这想蛤蟆啦，莫怪遮好康哦，莫怪要阁继续选。因老爸心扎，啊，因囝的名去签，啊，签到即阵，有跟我们交代他领了几千万吗？从来没有。我都不爱插你，你要搞我安怎？反正媒体都是我家的，媒体也不会去揭露。啊，即落会当算秘密，即要安怎叫做秘密？政府的钱是百姓的血汗钱、辛苦钱。是。我交予你政府，你政府安怎运用？你爱受到立法院的监督，哎呦，百姓知影讲钱开去对，啊，若唔免防监督，啊，佫会当讲秘密，免交代，安尼你所有钱就搬搬，拢也也去海外就好啊。对啊，安尼到底几千万咱唔知，佫有在调用贷款的设备，贷款的设备哦，佫去贷几亿来出来，而且地价敢着佫起。啊！讲伊咧饲猪，我规工都拢看伫外口咧乱乱，拢咧走选举，他有影咧饲。安尼有专业无？饲猪贷款拢专业。啊！伊也讲伊都国际外交专业，啊，咱嘛肯定伊。讲伊饲猪专业，安尼伊也嘛唔惊落选，无工可以做。啥物咧？阮水乡一块山坡地。山坡地会当变成兵种用地。即卖专家伊管起上大殡仪馆，啥物人诶？因囝的名，嘛是因囝两个后生，吼、哦，两个后生的名，山坡地呢？对啊，坡度超过15度是无可能的呢。人因嘛是有在调。那是学徒保育地呀、啊。啊，对，反正政府人嚟啦。安尼，你甲看，恁遮在座各位吼，恁、后界钱若无赚，恁就爱走较远的，走外县市，甚至走外县外乡镇啊。啊，无恁的钱拢互伊赚去。对。吼、哦，来。咱民雄在地遮，最好的建案地标，当属定什么人？恁知无？嘛是因后生的名，冠廷，嘛是因后生的名。哦啊，基础伊嘛专业，好、哦，基础嘛专业，基础嘛专业，起地嘛专业，起地嘛专业，做施工嘛专业，做啊啊外交啊专业，像他这么专业，真的我的选情危急啦。我林国庆一个爽搁有力的庄脚囡仔，一个平凡老百姓，我对抗的是一个大行拢专业的神，神真正神之子啦。对，因为因老爸已经家己用啊，伊就敢那神之子同款，什么都专业，什么都在行，什么都会，哎，莫怪啦，大行拢会，莫怪，你敢知啊？前礼拜财产申报。公职人员要选举要报财产，是报出来，伊的财产偌济？报出来偌济？恁伊也坐好个，啊，无我讲狂家桥，甲我无关系哦。来，阿姆，你这世人买几间厝啊？老实讲，无要紧，阿姆买半间，无来现场有买一间厝的，举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无几个呢，啊，买两间厝的，三间呢，无半个。越来越无啊！四间咧，无半个；五间咧，无半个。是，人伊出社会7年啊，买无几间啦。你讲因囝，只一世人买无一间厝。哎，因囝命哦，你五间啊？无啦，人啊，无你用讲比好。人家早就好啦。好、哦。好、哦。哦，买恁太太的名，哦，啊，你听某好啦，对啦，听某好事啦，吼、哦，一间尔嘛，吼、哦，来，咱的名门，名门啊的公主，财产登记几间，坐好哦，好，无偌济，7栋，名下，7间厝，还有7间房子，他7间房子，在他名下有7间房子，平均一年买1间，那他怎么来的呢？
我也想问他，台积电首席工程师，我也想问他，安尼才有法度，安尼才有才调啊。首席工程师嘛，无法度七年要七间啦，对啊，真少诶。是啊，啊一个少年囡仔出社会七单，嗯，买七栋厝，嗯，现场诶时代，恁也相信，讲恁诶后生有这种能力诶，举手一个。对，无人敢呀，无人敢呀，无人敢去啊。对，七年。有些人一世人拼无一间厝，他名下七间房子，他每年都可以买得起一栋，每年买得起一栋，对，钱还花不完，花哎对，还很，现金还存很多，对，来，储七间，恁就讲小限嘛，对不对？有限无？有限无？有，无限啦，无限，安尼个无限，土地几笔恁知无？几笔？来，你的正手给我，右手拿出来，右手拿出来，安尼几笔？好，来，正手嘛举出来，来，正手也举出来，两手拢举开，安尼几支？十支是十笔的吧？来，正脚搁举开。来，卖笑，这我袂使我袂讲，会搞我过咧。倒脚搁举开，安尼几支？一个少年囡仔出社会七档，有摘掉买21笔土地，21笔土地，21笔土地。怎么来的呢？都是买卖哦，不是赠与哦。他登记有登记原因哦。嗯哼，拢中买卖，买卖而来的，买卖拢买，都是买的。我伫遮要请教咱的单有立委，恁后生是做啥物头路才好康？有才叫七栋买21块地，七间厝，现金开袂了，还阁剩3000多万。哇！加伊的投资安尼3000多万，嗯，买21块地，七间厝，现金阁3000，这厉害吼，这牛呢，有人要相信的无？你若唔相信，嗯，监察院财产申报，恁去甲猫看卖，你会哪看哪海头，哪看哪海头，这真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。所以讲，家己乡亲时代，嗯，有甚么服务的人？变甲平平喘，啊！伊敢真正要服务？伊敢那事业头路都做袂起呀？唔管是要饲猪，唔管要做西工开殡仪馆，唔管要开建设公司做董事长，也是要做冷链工厂，伊都做袂起啊！做袂了，啊无嘛，佫会当去业界去做外交的人才。安尼伊的专业有济无？家己也要双赢吼，这种人才爱互国家好好啊，甲用。教咱百姓要哪趁钱，七栋买七间厝，其在地地，服务的、建设的，予国庆也来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安尼以后工可以做，啊，我也会当服务大家，安尼有双赢无？家己人也巧，就爱安尼双赢啦。对啦。双赢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我对头到尾无骂人。无。我拢加学路了。你风度足好个呢。我加学路了。没有。我佩服他。那个国庆兄到我庙口开场的场子里来，前面还有4次，到现在我没有听他骂过对方。我连他儿子的名字都不愿讲出来啊！你敢想？我加上到伊的名吼，我拢连名都无讲。是啊，咱讲实话啦。对。吼，人有好家庭啦。对。有好个老爸啦。对。今仔日啦，恁的囝同款是陈明文先生的囝。恁的囝凡是搁较优秀，搁较有道理啦，有影无？有影。啊，无大咱的老爸就无遐好个。啊，是安怎？一直无爱答应后生对代表议员、地方的名义代表栽培，一下就要选立委。嗯。我想无理由，到尾啊，我想一个理由。嗯。保护财产，因为咱台湾的法律有一条，财产来源不明罪，您知无？国庆啊啦，当选。我一定要求相关单位，你甲我查查看，一个做馆长、做立委，吼，啊做几十年诶，啊拢领死薪水诶，有在条土地53笔啦，陈明文四栋前土地53笔啦，厝14栋啦，这是安怎赚诶？爱甲我查清楚，啊好唔好？啊！即摆本来是甲要查陈明文尔，唔知影讲因后生要选，就爱申报财产，讲连因后生都21块土地、7间厝，
做回查。唔免看因老爸，看囝就好啊，你惊死人啊！所以唯一选的理由就是，伊爱当选立委，会当保护财产。啊，若国庆啊调立委，伊财产可能哦烦恼啊。所以讲一定爱选。对，嘿，对。算了，谢谢啦，谢谢。所以哦，我这条的选举足艰难的。你有看过？有看到咱宣导贿选的无？讲叫人卖买票的无？我甲大家报告，选举若买票当选，绝对歪哥。对，一定要歪。查查贿选，应该咱的主管机关爱在这段时间存疑在讲，爱强化宣导，叫大家爱减低买票的，掠买票的。即马煞买票的掠买票的，干哪拢无咧叮当同款。哦，拢干阿无咧叮当，所以吼、哦，直接拜托大家啦。好，这段时间做我的脚，做我的手，恁大家拢是林国庆。OK， 林国庆代表的是嘉义改变的声音。是，林国庆代表的是嘉义要向前迈进，无爱阁继续家族政治的声音。是，林国庆，恁大家拢是，恁、大家拢是，我甲你一票尔。你若亲戚朋友拢揪出来，有才了五票、十票、一票、一票好，哦，拜托大家，我若有机会当选，我会来好好啊做，啊，我嘛会予大家知影，学讲要安怎短短时间会当财产变甲惊死人，啊，予大家拢好个，大家拢会晓趁钱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啦吼。好啦吼、哦，啊拜托嘞，剩几工啊尔，谣言足侪，中伤足侪，抹黑足侪，各行拢足侪，甲我拍到敢若我是大歹人同款。啊，我若大歹人，他唔甲我掠掠去关。对啊。哈、啊。他唔甲我掠去关，佮要我选。对啊。卖佮扭曲啊！我有赖清德总统候选人一句话：小英总统，请你的网军。不要再继续的攻击我，哈、哦！这网军是赖副总统，伊公认的，对，吼、哦，伊确认的，嗯哼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拜托您心头抓好定，好，选举后步足济，对，会甲我拍甲，唔是人，嗯，吼、哦，唔是人，嗯。但是我若如果唔是人，咱嘛甘愿选一个唔是人，是先是先的。但是绝对袂使选一个泰国鬼、垃圾鬼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好唔好？好，唔、哦、是人，无一定就鬼啦。对啊。吼、哦，唔是人，无一定就鬼啦。是。有些人要做仙，有些人要做神。嗯。吼、哦，啊，千万唔通去选到迄个贪污的外国鬼、垃圾鬼，安尼好唔好？大家有啦哈、哦，谢谢大家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